欢迎进来，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呀！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晚上好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大家都打一波晚上好，都相互打一声招呼吧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哎呦，大家五一快乐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晚上好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晚上好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我们这儿好冷呀，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阿妹准备烧火了，我准备烧火了，我。你们那边冷不冷？吃了。哎呀，你们那边冷不冷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？阿妹这边的话就又开始过冬了一样，很冷。最近的话一直都在下雨，最近的话一直都在下雨，感觉又要过冬了，不冷了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很冷，看阿妹穿的衣服就能知道，不会紧身。一看阿妹穿的衣服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你们。你们都在干什么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？这个点儿你们都在干什么？阿妹的话刚干活回来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我的话刚干活回来，刚干活回来，看阿妹鞋子都还没换呢，阿妹鞋子都还没有换。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对，都打一波晚上好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都相互打一声招呼吧，都打一波晚上好。吃饭了没有？阿妹吃了，阿妹吃了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阿妹吃了，就是因为我出去地里面干活的话，每一次我都是要带那个饭的，自己装一点米饭到那个袋子里面，然后拿到地里面去吃。然后刚刚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饿，我就吃了那点米饭，然后现在还没吃，因为刚刚路上吃了我就不饿，所以我不饿。都打一波晚上好吧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都跟阿妹聊聊天呀，都跟阿妹说说话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都跟阿妹说说话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晚上好，叶阿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哥哥姐姐、叔叔们都跟阿妹聊聊天呀，你们都跟阿妹说说话。阿妹是哪里的？阿妹是川妹子，哥哥姐姐、叔叔们。阿妹是川妹子。欢迎直播间里面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欢迎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阿妹，小明一会儿要来吗？明哥的话他今天应该不会上来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因为他今天才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那边有点事情，他工作上有事情，因为五一节嘛，哎呀，
他们那个挺麻烦的，就说他要去忙自己的工作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帅们？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对吧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都对呀，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对吧？明哥他有自己的工作，阿妹的话也要自己去干店里面去干活才可以的，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明哥在呢，明哥他在城里面呢，他在城里面，哥你说明哥在城里面。我跟你们讲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今天我在店里面干活的时候，就是我爸爸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爸爸说，就是他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个人，他说让我去，现在五一放假嘛，让我跟他出去玩几天，哥哥姐帅们，我爸爸让我就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之前我阿妹一直跟他说，我跟那个人不了解，我说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性格怎么样那些，所以说他的话，所以说我爸爸的话让我这个趁现在五一节日，让我大家都休息，让我去跟那个他介绍那个人一起出去玩两天，不要去，都不要去，是不是哥哥姐姐帅们？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呀、啊？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呀、啊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？所以说今天我在干地里面干活的时候，不要听你爸爸的，阿妹你千万不要去，你不是和小明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，哥哥姐说的，就是我爸爸呀，他一直让我去跟那个人相处，一直让我跟那个人相处。今天我在地里面干活，那个人都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过几天就应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他就来接阿妹，他说他过来找阿妹。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啊，哥哥姐帅们？要的打个要，不要的打个不要。我不去的话，我又害怕我爸爸又要跟我闹脾气那些，我真的不想跟我爸爸宝宝关系弄得很僵，我真的不想把那个关系弄得很僵。哥哥姐帅们不要去，千万不要去，是不是？都说不要去吗？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我是不想去的，但是我不去嘛，我爸爸又要跟我闹脾气，又要跟我吵，就是吵的话，我真的不想跟我爸爸把关系弄得很僵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说去的话我也不想去，说不去嘛我又害怕我爸爸。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都能看得到你们的头像，哥哥姐帅们，我都能看得到你们的头像。哎呀，我爸爸他是知道明哥的，哥哥姐帅们，我爸爸他是知道明哥的，但他一直都，哎呀，他觉得我跟明哥的话，他说不可能。他所以说他才给我介绍了一个人，哥你帅吗？所以说他才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呀。不要去你，哎呀，我还在纠结呢，我还在纠结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去。然后今天我在店里面干活的时候，那个人也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，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，他一直给我打电话。我本来我都说了我不去，我不接他的电话，他就一直打一直打，我不接他的电话他就一直打。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千万不要去。哎呀，小明哥人好吗？明哥人好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明哥人很好的，明哥真的很善良。
你要告诉一下。但是，哎呀，明哥他最近他的工作不是忙吗？我害怕我跟他说这些，他又分心，对不对，哥姐帅们？我不想给明哥添麻烦，我不想每次都给他带来麻烦，知道吧？小明多，女孩子多好啊，你千万不要去。我知道哥哥姐帅们，明哥他是很好的，你要相信小明，我很相信明哥呀。明哥他这个人的话，真的，他人善良又好，整个每感觉他身上都挑不出毛病来。哥哥姐姐帅们，感觉明哥这个人话，他身上我挑不出毛病来。但是我爸爸的话，他一直跟我僵持，他就是不听我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他才给我介绍一个相亲对象，哥姐帅们，他还让我趁这个五一假期，让我多跟那个人一起出去玩，说多了解一下，多接触一下。因为之前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一直每次都跟他说，我说我那个人我不了解他性格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说哥哥姐帅们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反正你们都认识一年多了，但是哎呀，现在我跟明哥的话，我们之间的话有很多的因素，我们不可能说直接说结婚就结婚，不能这样子，我们考虑的东西还很多。我跟明哥的话，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的，哥哥姐姐帅们，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的。我们不可能说直接说我俩自己要结婚就结婚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结婚是两个家庭，就比如说我的家庭还有他明哥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家庭要结合，是我跟明哥要结合，对不对？我得要得到他家里面人的支持和祝福，我也要得到我爸爸妈妈这边我家人这边的支持和祝福，对不对？哥姐帅们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说我们两个自己说结婚就结婚，然后不管家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毕竟父母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就只顾着自己不顾他们，是吧？哥哥姐姐帅们，这不是麻烦，你要相信什么？不是哥哥姐姐那个叶阿姨，我想的这个不是麻不麻烦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自己能解决的话，我就自己解决，我不想就是打扰明哥，因为他毕竟最近工作本来就很忙，然后我又跟他说这些，他肯定会分心的。哥哥姐上面他肯定会分心的。你父亲没，我爸爸的话，他，哎呀，这个东西的话，主要是都怪我们村里面的哥哥姐姐帅们。我们村里面的话，有几个娘娘，他们几个娘娘经常跟我爸爸说，说我跟明哥的坏话，知道吧？那几个娘娘的话，在中间挑拨，他们每次跟我爸爸说，哎呀，阿妹跟小明怎么样了，怎么样，还一直在就是火上加油，那个火上，所以说，我爸爸才会一直都是不支持。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点赞，谢谢你们一直给阿妹点赞，我都能看得到你们的头像，这个地方我都能看得到你们的头像。不是的，我爸爸的话，他也不是那样的人，就是，是因为我们村里面的人一直都在说我跟明哥的坏话，说我们两个怎么样，所以说我爸爸就很生气，知道吧？我爸爸就很生气，他就觉得明哥他这个人不好，他就是中间有误会，知道吧？行不太行。阿妹最近哪里玩了呀？阿妹最近的话都在家里面呢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里玩了？哥哥帅们，你们这个假期你们有没有跟
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呀，哥哥姐姐帅吗？你们有没有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？有没有看到我？我看到你了呀，仰望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我们现在在外面旅游，然后看你直播，哎呀，真好，哥哥姐帅吗？你看，我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，他们都出去玩了，爬泰山。爬泰山呀，哥哥姐帅们，这个泰山的话，我之前我在我就是小学就是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听过，我都没有听说过，哥哥姐帅们，阿妹要坚强一点，我挺坚强的，哥哥姐帅们，我挺坚强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哥哥姐帅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阿妹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都打一波晚上好，哥哥姐姐帅们，都打一波晚上好。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你们对阿妹的支持和点赞。我就是累，我听不起的。嗯。我要你们去。五一我在海南，有我的经验可以告诉你，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阿妹错过，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知道哥哥姐帅们，这些我都明白的，这些我都明白的，哥哥姐帅们，这些我都明白。阿妹要跟明哥好，我跟明哥现在挺好的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觉得我跟明哥现在挺好的呀。现在就是我俩相处的都挺好的，这种现在这个关系话挺舒服的，别人就是怎么说呢，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，朋友至上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不是错过是怎么开心怎么过，呵呵呵，那个朋友至少是不是这样说的呀？哎呀，阿妹嫁人千万不要嫁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嫁了，这就我阿妹读书读的少，哥哥姐帅们，我不懂这个意思，我不懂那个意思，叶阿姨，阿妹读书少，我阿妹比较笨，所以说我不懂那个意思，我嫁错郎是不是？意思是不要嫁错人了，是不是？哥哥姐那个叶阿姨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意思就是不要让阿妹嫁错了人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直给阿妹点赞，哥哥姐姐帅们，欢迎刚进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结婚前好多东西都是假象，哎呀，这个东西的话确实也有这种东西存在哈，确实也有这种东西存在，对，都哦。是这个意思呀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真丑，你个老弟！明哥去哪儿了？明哥的话，他在忙自己的工作呢。哥哥姐姐帅吗？阿妹晚上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哎呀，我就害怕过几天，就是明天或者后天那个我爸爸介绍那个相亲对象，他真的来找阿妹怎么办呀？哥哥姐帅吗？我爸爸的话，他跟我说，让我跟他介绍那个相亲对象一起去。